钱的还要身份证吗？嗯，应该不用。一千有小时吗？500油枣不是1000油枣。嗯。这里，它是要签哪里？还是这个不用签？这不用签，所以就放这个。对对对。那、啊、它这里有什么验证吗？这个是有。那它是零元包裹的才要。哦 ，OK OK。你先上刷卡的。哦，就那这样子还有需要证件吗？就不用了。就不用证件。OK OK。好，谢谢。这样就好。对。OK。弄他的阿波罗，弄到快踢起来。为什么？